来吃都不用美林凤，然后来看看它这个整个这一种满汉的这种拉力，哦，这个够不够 ？cable 够不够？要选择来那个测的时候，安全系数一定要选择拉高，不是1.1、1.2，不是要一般的高，哦，除非你是在现场有所谓的磅秤，没有嘛？你没有地方嘛？你没有地方，所以你只能说用掰到满。塞到满，你唯一最重的大概是什么？八，用八。那你这个用八，你这样子就0.8了。你这个塞到满有4吨，你知道？那你水果就还好，所以如果用水。